它好像更新了蛮多东西的。你看，还有这个岩沙黑龙、杀破狼，还有还有那那个个是什么黑旋？黑色旋风，它那个 MG 三已经不知道丢去哪了。你双子还可以升级成杀破，双子可以升级成杀破，我看到地板上有一把英雄枪，有强吗？化双子银狼。你看这个人，这个然人，后他这边有，有一他个这边有 CD 盒，一个音阶盒，音，有哎，CD 盒哦，哦，也有料哎，有料。哈哈，哦，我现在第几天？我还是第一天，为什么？我不是玩了很多天了吗？看能不能抽箱子，500点，你这对啊，这里还有箱子，这里还有箱子，哪里？我看到了，有哎、真的哎，欸，有一左个边小少洞个，哎，我好三个，碎哦，来抽一下，抽一下，啊，这我有了啊，你怎么抽到一样的？哦，虚我抽到这空把，特效。我是派大星，你是派大星，你是哪一个？那个 PVP。你怎么又改名啦？你这叫派大星？太你大这心叫了，派大星？你跟我讲，你这叫派大星？你脸长那样？太大心啊！这叫派大星？你看我比你帅吧，帅得多吧？我善意，我会雷之呼吸耶，给你们但是稍微我演走示路一有特下，效啊，我走路有特效。有没有看那到？个有没有看到？啊，为什么 NG 三？为什么我有 MG 三？我也不知哦，道。来测试一下 MG 三，这什么所以图？说你他妈到底怎么拿歼灭者？怎么什么拿到道理？的？其实这是跟服主要来的体验。哎，真的假这好像是对，他让我稍微试一下，英雄就是徽章演示一下啦，测试一下。啊，干你娘！我要测试，我要丢你。英雄徽章直接按右。英雄，怎么了？我又被抓了。英雄有改吗？好像没改。没有改啊，啊就一样啊。想干嘛？欸，你有歼灭者欸，你是有钱人。在哪里啊？塞狼，歼灭者声音那么大声，所以不听能不改到。名哦。啊，不行。好啦，要玩什么？刚刚那张还没佣玩兵够。啊，佣兵营也是新的，刚刚那个到底有什么地图啊？没印象。可能是其他游戏的地图吧。变数变数，Let's go。我不擅长英雄，他复刻的不错哎。我很好奇，这是他自己盖的，还是他抓别人地图来的？这应该是自己盖的。真的吗？哎，辅助也跑来嘞，辅助也跑来玩了。我辅助哎，嗨，辅助，可以帮我他开拿门那个，吗？他拿什么？我先体验一下歼灭者啊，双子银狼那个我们尴尬，下一集再说。下一集再说。对，下一集 EP4，现在这集是嗨。EP3。哎、欸，别挡我的歼灭者啊！很猛啊！哎、欸，我当正手的，你们旁边不会尾刀就好了，不要卡我子弹。还要被蜘蛛粘？走开，走开！哦，干嘛你没有僵啦？尸脑了，僵尸让脑他去前面给人家打，然后打完再来反转。那个 FOO 是谁？RDC 是谁？把他踢掉。不要炸我！他怎么有人在上面？怎么了？这要怎么跳啊？完了，我现在连跳这个都有问题。啊，干！蜘蛛果然是个神跳啊！我真的是跳不上去，我好烂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跑酷这类有点困难。仓库没玩过，仓库也是是新新的，的，那听我着们新新的的。优先。你的体验是多久？体验，我跟他说一天就好了。我不是单英雄，哎，我们要从哪？人质，人质，人质，人质有蜘蛛网，可以走。早就跟你说 OK，OK。社交距离。哎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白痴，干嘛哎，跳了？顾他啊！淡定点。怎么了？不是啊，为什么要跳？哟，不要太靠近哦，太前进会那个，会出事的阿北。我子弹超多哎，我是睾丸。看我子弹超多，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输哎。他手持双子银狼，守在那个外面的蓝箱上面。怎么了？好舒服，好舒服，比小舒服还要舒服。神点，
我上次玩的时候还看到辅主在盖东西，就在我们玩的时候，他在修地图。我目前只赢了三场，我也只赢了三场，我们输了21场。哎、欸，来了来了！你那个子弹，我子弹超多，我200发、欸、歼灭者，你开玩笑？我们这边也不好抓啊，真的跳不上去。啊，那你就直接来冲我们这边，我们这边很好冲。冲不了、啊，屁呀、啊！真的啦，干你呀！哦，我直接抓掉呢。哇塞、欸！太大声了啦！接着嘞，突袭佣兵营，再次佣兵营、哦。我们一样守那边。不要是这样子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要守车库吗、哎？我觉得赶不太过去、欸，我守车库了。谁是僵尸？我先进去了。哎、欸，我帮你定一下。我、啊、靠腰。谁是僵尸？他瞬移。我们要守下面，又要守上面，这下面不好守嘛。那我们去厕所，我们去厕所。我们就都要去厕所。欸下面有蜘蛛网哎、欸，啊不是啊，这里有蜘蛛网啊啊，这边人要多，这边人要够多，这边人要上面一些，下面也要一些，那我们不如选厕所，我们选厕所，僵尸数量剩一而已啊，目前一而已，没有他没有感染人，他没有抓人哦、啊，啊那我们就赶快去啊，没事没事，他还没抓人，哎、欸、来了来了，屋顶，楼上，没事，所以关门，辅主罩你们嘞，他那个松子。为什么我不能关门？你要换手！哎、欸，哦，你啊！不知道镇压有没有改，应该没有了。我觉得镇压应该不需要再改了。所以地下室哦，那我走了。哎、欸，等下，社交距离。哎、欸，社交距离。哎、欸，没事，我是人类。外面，卖队友，卖队友。这是谁？哎、欸，干你啊！干你啊！哎、欸。什么叫卖队友？哎、欸，这要踢掉吧，这要踢掉吧。不是，我的键盘怎么了？辅助到底要怎么跳？怎么了？躲哪里？躲水路？水路就两个人可以守而已。欸、有没有妈吉要来水路的？我现在只有一个人了、啊，一个人要怎么守水路？哦，有妈吉来了。没错。睡了。OK 啦。苦懒趴。好像有点难抓。突然趴下去，你好色哦！前面来了，怎么了？我差点被炸下去，找不到。我们两个人守水路就无敌了，干！外面也抓不到。我这把歼灭者是真的屌哎、欸，200发怎么射完、啊？我靠！这一集直接变虐尸特辑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要进来了。啊、没了。嗨。完了。右边的只要先解决吧。没有。完了。干你娘、哎！可惜。哇，他们左右开弓。按下去之后他就活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岩石可以躲一下。白痴哦，有。我想躲岩石。不要卡！但是我跳不上去。这里有跑跑酷很容易啊。我不是英雄。射下去！哎、欸，没有人下来，我可以看。哎、欸，你挤杀！我挤你。很碎啊！啊！你知道，我队友是杀破狼。快点！哎、欸，僵尸，最后一次机会，没了。干你！上面那两个是怎样扎下来？就叫你来上面，你就不要。再也不能叠。哎哎，哇，好强！到底是谁？我啊。可是我们刚刚炸，他们就没下来。问号。我身为一个宝可梦大师，我炸不下来。这个比 CSO 的跑酷还要难。哎、欸，我上来了。你有想？你家会爆炸。推挤应该要关掉。真的。那我觉得要。我来了。不然好难玩。拜拜！我已经学会了英雄零。哎、欸，那个英雄几率蛮低的。水路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还是要守桥。刚刚不是有人要桥？英雄，干这真的有人英雄？桥有机会吗？辅主是英雄，我觉得桥没机会啊。就水路跟人质吧，我觉得比较有机会的。来了，哎、欸，
哪里？什么东西？下去。烂。这里只要有歼灭者，僵尸都不用玩。哎哎哎哎哎！是不是这里超好手？哎哎啊！我出去，我出去，马起帮不反装，我没有再跟你们僵尸脑的了，我人很好。你别装了，别装了，我现在要回来了。可怜呐、啊！妈的，僵尸！白痴，我刚刚没有躲那颗雷，那颗雷我如果躲掉就不会死啊。